阿拉斯加之旅起航，动人心弦，石破天惊的汽笛声不但震撼了我们的人心，也惊吓了海鸥。水上飞机似乎也跟着来庆祝，远远的领航船带领着我们离开了温哥华港口。现在看已经变这么大片的房子都看得见了，一直在移动。货柜码头也向后移了，现在那个货柜已经快完全被这个白白的这块遮住了，非常非常明显。船驶向光明，船那个桥上的车子会被吓死，的确会被吓死，那么大的汽笛声。不但有汽笛声，而且还有风声。那个桥上的车子看得见，风哗哗的吹，人哈哈的笑。快转的镜头带着我们飞奔向桥的那一端，桥的那一端就离开了温哥华，到了外海了。我们已经在外海的边缘了，看起来好像要撞到墙。快点跟这个人招手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回应。你看，他终于也招手了，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奇妙感觉。我们现在在桥底下，经过了桥底下。好，我们已经离开桥了，你看，就是那条桥。我们离开了，好，跟温哥华说拜拜，跟温哥华说拜拜。迎向对着外海哦，对着海洋哦，要出海喽！迎向未来，迎向阿拉斯加的光明。除了我们以外，也有别的游轮出发。一路上，一共有四五艘游轮，都是往阿拉斯加的。阿拉斯加，我们来了。八年前的梦，今天终于可以圆梦了。